你拍你。今仔日我上水，我听着乌托邦。咱来去洗牙齿，抬头看流星。时间目一眯，想要 kiss kiss， 爱你千万年。爱情美乐蒂，痴情无犹豫。耳旁边的温柔，讲一句 I love you， 永远幸福心绵绵。你是我今生的伴侣。是人了。敢讲春水何家会饲了？无什么，你是在讲啥啦？春水哦，拢已经死啊，哪有可能要起来家家会饲了啦？啊，不过这一切是要怎解说啊？春水，你是不是不放心家辉？我会找新的人母来照顾家辉，绝对不会夭折。亲文啊，我爸听人讲过，失去阿母。因为放袂落心，阿袂当你个囡仔，会搁倒转来替囡仔饲恁。时间愈久，两个人愈来愈分袂开的时阵，伫咧人间个囡仔，就由阿母带去人间，做一对鬼母仔。亲文，为着家辉好，咱是赶紧哦，甲春水落葬啦。亲文。那真正是安尼，等快紧甲春水落葬，可能家辉有带走啊。这，你莫搁丢毒啊啦！刚无落葬哦，我惊家辉真正会保袂掉啦。春水，你还无见老太转世，伊在红色的旗为记号，来世，不管你变做什么模样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金文，来，我去把这两个杯仔扛起你。啊！若不过了，心情就唔好啊。古早人来讲，有心的人，生囡仔无偌久过生气，爱伫七天内落葬，而且伫伊的胸腔嵌两个杯仔，让伊袂当搁倒来饲奶。若无安尼做，伊会因为放袂落心。会阁转来找囡仔。亲文，好啊啦，你莫阁安尼啦，安尼春水哦会行袂开脚啦。春水，我真正做想你要倒来，要不阁为着家辉好。放心吧，姐，这回送你。
奇怪，哪会阁有啉水？请问，春水已经落妆啊，是安怎家辉阁会予人带走啊？敢讲伊阁有啥物代志办袂落啊？咱先莫伫遐学白药啦，我的确是有人伫遐闭鬼闭怪的。春水，你伫天顶头爱保庇，保庇咱的囡仔平安无代志。今嘛，我就会守伫遮，看谁到底伫遐闭鬼闭怪，把咱的囡仔抱走。家辉，春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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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春水，真正是你，你回来啊！春水，你是谁啊？谁这边叫做春水模样？你有啥目的啊？你来凶我，凶我！王老爷，你较冷静点，你听我讲。我叫红丁，是一个歹命的庄家查某人。两年前，我去富社发展，去给一个查某人骗私生，钓伊的囡仔。也毋过，伊煞伫咧我甲囡仔洗落来了后，就甲囡仔抱走。失去囡仔的我，想到家己悲惨的遭遇，佮加上我身躯拢无钱。所以我就走去吊刀自杀。哎，别人是想要我活袂落去，你一个好好的人，却想袂开，你袂感觉可惜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只是一个歹命的查某人，归去死死就好啊。我需要你替我做一件代志，你敢会当斗相共？什么代志？我需要一个义母替我拄出世的囡仔饲养，你敢愿意？我会给你一笔钱。这个钱给你。以后时间若到，你就来这饲养。这个夫人，这个查甫人是谁？这又搁是什么人的厝？来背包啊！头家，两粒包啊。好，我随包给你。小姐，这包给你。哦，小姐，你拿这钱是死人的用，不是活人的用的呢。我明明拿真正的钱，哪会变安尼啦？有够衰，竟拄着鬼，搁用金纸骗我去饲恁，实在有够衰。什么人啦？你不是已经拿我的钱，答应要替我的囡仔饲养，哪会阁反悔？你是那鬼救人哦！别来找我，你别来找我！我求你，我的囡仔无恁通吃，伊会枵死。我求你啦！你昨给我的温泉，根本无法度买物件吃。你凭什么要我替你去饲养啊？我会将我的新娘衫
甲一条药圈，予你做下礼。拜托你，答应一个可怜阿母的要求。我答应你就是啊。从迄天开始，我就照约束去领导市领。无可能，就是无可能来杀乎你，还够手快。我看你是找一个借口，带我进来胡走。王老爷，我知影我今麦讲这话，你无可能会相信。啊，不过你的夫人有甲我讲，卡苏若拄到你，爱甲你讲，伊会记得恁两个约束。那个朱小弟就是您上年纪好。朱小弟，春水，你真正是春水找来的尼母。是你跑走的啊？嗯，对啦，甲恁介绍一下，这位姑娘叫做红桃。不可能啊！那个人明明就是查甫的，敢会是我认唔到人啊？啊，不过天下间哪有可能有生做这型的人？是安怎样？恁有实在？无啊，我无熟悉，是讲你来穿甲安尼啊？这敢毋是纯水衫？哇！我已经决定要请伊做家父的礼物啊，因为是纯水指定的。纯水要死之前，明明就是家己仔交予我，哪有可能找这完全无熟悉的人来照顾？真是，我讲的拢是真实。非得我不管，我就是爱伊做家父尼母。我无同意。你有啥物资格无同意？你是外国纯粹意外，你相信这毋知道为倒位来的查某？你有心啊？我那是因为你有心，你想要替你巴肚内囡仔做 pass，所以才无想要我请尼母来照顾家父。你无想要让家辉平安大汉，对吗？我伫你的心目中，就是这么可爱的查某。好啊啦，保险嘛，你着减讲两句啦。哎，你这么大身大命呢，还是拍拍身体就唔好啊。啊，你这工作啊？嘿啊，家辉。袂用哩，我袂当受到影响。即卖这个家需要我来还，我振作徛才会用哩。乖乖啊！家辉好啊，是李夫人。家辉啊，唔敢受阿姨。今麦好帮错啊，是不是就没关系？哦，就可怜的阿姨小号，哎。李夫人，茶用茶。李夫人啊！李夫人，我刚有这么多代志。不是，你想怎么拍？我。谁叫伊要哭啊？伊就哭着我，我就规身躯起鸡不皮。你莫掠成功，我唔知你拍什么主意，就莫害我遭着。李夫人，我无做唔着什么代志，你为什么要一直为难我？无啥，红桃是我请来的礼物，你哪会当这么无礼？我红桃，
我代替李夫人来你开始的。老爷，听你讲，我现在未起，只要你替我讲一句公道话，红丈就真感谢。你，李夫人，小姐要吃冷啊，请你将伊交给我。阿爹，阿家要拜拜吼，啊，我带去后院太家，阿你吼，千万吼，莫抱小姐去后院，卡免伊惊着。好。家辉，真乖，我带伊来去找宝，宝姐阿姨好不？金宝啊，我有一件代志需要你斗三工，来，这通给你。好，什么代志？怎啊？你来我房间的，会是谁？刚刚的是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伊唔知影我住伫遮。刘玲。这烧水吼，是我等下太急要用的，啊，你着较细意的，唔好去烫着哦。好。李夫人，我昨晚睏袂去，半暝啊就出来行行。你甲我讲这要创啥？我无想要听。你想要走？我还没讲完呢。是安尼啦，我昨看到一个查甫人入去你房间，刚讲迄个查甫人是你的客兄哦。你是老白人讲啥？你若是个乌白人讲，我插破你的嘴！听人讲就莫做啊！啊，你老爷吼实在是足可怜的呢，遐尼好的人。让你变成大乌龟啦！你，林宝，嗯，大家有好食？安怎？你是要提烧水搞破？来啊，你来啊，好大你就来。这欠人家血卡手了，我今嘛要好好跟你解释。家辉啊，家辉，你好啊，林宝，你叫大夫。好，阿兄，你紧叫阿姐，这是我阿兄，搁去挽回纪念品啦。阿婆，阿兄，
是不是又要去做爱？走，陈老师，你竟然无死！阿爸，你也去我欢迎啊！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新看背牛。地藏菩萨跟幽州毗陵的文武大将爷董大爷，两百多年来，和真宗地藏庵名声叹四海。相传负责护卫出巡的关将秀，自民国元年就开始，嘛，旧历的五月七日变成新增人重要的代志。啊，关将出门不是干啦正而已，伊主要就是代表咱大将爷执行任务，伊出巡就是要安抚地方消灾解厄，比方说有倒遐有可能就发生车祸所在吼，观众秀拢会去遐甲祭煞，啊，佫有一挂民众哦，若要伸冤，咱菩萨老爷坐伫轿内无法度接受，要安怎？就是观众秀甲接伊的受证。当地人流传一句话：新增有三日，火烧厝、背灵船、五月七日压老节。一开始只是由县官的小电卡扮作观众秀，对着新桥行路，演变到即马已经变成台湾文化祭典。流乱心底烧魂的情话，露水的情意，世间最美丽。你的温柔比啥人拢较多。阮不是小野花，心目烧到花。因为我的心已经有人的离开你心爱体底，放雨伞卖到七尾，永远难忘这段怨犹情话。